上好来看，就是这样的客厅，这也太美了吧！我的音响，听说这颗很厉害，对不对？130万，130万，音响比电视还要贵。这是 Stella 的这个隔音间，太宽敞了吧！强强一日贵妇体验臭崩溃，超心情忏悔又遭口业了。强强到台中女友人的上亿豪宅家住客，顺便体验贵妇的一日生活。第一次来到富豪的家里面，原来是这样。这个洗手台是客用的吗？那个蛮贵。这是 Stella 的这个隔音间，太宽敞了吧！贵妇的衣服是怎么样？早上要运动哦，保持完美的身材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空中瑜伽。你觉得强强做得起来吗？可以的。他不会掉起来像掉肌肉。眼睛看向上方。我今天有感觉到越越有那个贵妇的 feel 了。感觉鼻子再来到膝盖，右脚膝盖，跪视前方镜子的方向。一口气，一口气。哇！原来当贵妇这么辛苦，有喜有忧。救命啊！真的很累，其实还有一堂课哦，可以吗？如果是变得那么有钱的话，为了几亿，辛苦几分钟是 OK 的。左边，右边。运动完要补充体力，贵妇姐姐招待高级鲍鱼鸡汤。好好看哦！那就对他喽，来先拔毛。不要，你干嘛一直吓他？他听得懂啦。那我们等一下去干嘛？操心经。是要超度我吗？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我住在宝山里面，判得不能得。叫给高为什么我们会抄这个？有的时候想要沉浸一下内心，沉淀一下。那为什么不去做 SPA 按摩？然后有这个眼皮，你又可以让我沉浸进去。那 Stella 自己这样创业，成为这样的女强人，为什么突然之间有这个契机？我要超越你，超越我。我觉得女生本来就应该在经济独立啊，然后有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事业，活着也比较自信。也会比较有底气，所有想要的东西都可以自己买，我觉得很棒。我觉得没底气，需要伸手跟别人要就没底气。有，我之前有很多人都想要伸手跟我要，他们真的是很没底气。Oh my god， 老娘是有骨气跟志气，还有毅力。